清河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南天白墙上，一点点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家人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默默走向余晖南岸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醒醒，醒醒，师傅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你在说什么呢？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知不知道？我什么都……这怎么还能记得什么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别打我！印堂发黑，马上就要倒大霉了。
望你们早生极乐国，来世再无苦难。这他妈是哪儿啊？车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他妈为什么会在车里？手机为什么没信号？放他妈为什么能杀人？说话呀！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操！这么多钱会是谁的呢？是我的。可能是我的。你们两个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啊，就你的告诉你们，肯定是我的。你们看这布袋的布料跟我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。车上有这么多钱，刚才还死了人，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钱和死人有关系吗？行了，别猜了，咱们现在大家都一样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开出这荒漠。现在我们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，我开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四周全是沙子，完全没有方向感。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呀应该是出了车祸，死了，都下了地狱，然后呢又喝了那个孟婆汤，所以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你是不是想下地狱啊？你想下地狱，我现在就让你下。给我水！给我！小东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刚才喊谁爸爸呢？是他吗？
怎么可能是我呢？是他吗？他。行了，别问了。小姑娘跟咱们一样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！你们烦不烦？赶紧想想办法！乖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爸爸给你学小猪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齐天大圣在此，妖精你哪里跑？妖精你哪里跑？哦哦哦哦！这条信息给我。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？今天早上7点，我起床准备送孩子上学，就发现孩子已经不见了，家里的一些零食和我的钱包也都不见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一定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。丢掉的纸钱吗？起来，起来！你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带着我们原地打转呢。四周环境都差不多，也没有参照物，我只能凭着感觉一直朝前开。我他妈快渴死了！你凭感觉？因为我不渴吗？有本事你来看，我们肯定是碰到鬼打墙了。我去你大爷！别犯浑了，这种地形本来就容易迷路，你要想活着走出这儿，最好少动气，少说话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你们看，这些沙浪都是大风常年吹积而成的，而且它们倾泻的方向都是朝着一个方向，咱们只要跟着它的方向一直开，就应该不会走弯路。车快没油了，怎么了？
又饿又累的，都开了一天了，老子怕是开不出这荒岛，就渴死了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有。站住！你干嘛？现在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，你在这照顾小姑娘，我帮你们打水。我也好渴。我操！这水不能喝，这水脏，里面有细菌。小娘炮，等老子喝饱了，老子给你立一壶，让你喝热乎的。别问妈了。小爸爸，我害怕。不怕不怕，善良的人都会有菩萨保佑的。这个时候如果有根烟的话，就他妈太完美了。什么声音？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？啊！救我！什么东西？快救我！啊！快跑！啊！快走！啊！救我！啊！我爸爸！别喊了！我爸爸！快！我爸爸！别哭！别哭！救！听我说，外边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怎么救？求求你救救小爸爸！求求你救救小爸爸！你干什么？开门！不能开门！这什么鬼东西？开门我们都得死！不能开门！你们不许救，我必须！哎，你过来，过来！把门打开，我跟他下去。一群疯子！暂时还不能喝，稍等等。
保护我们。不要乱说啊，该遇的劫难想躲是躲不过的。什么叫该遇的劫难啊？佛说有三大灾难，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。我们已经碰到了前两灾。走！怎么了？没油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咱们大家越该冷静。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太奇怪了。我要是死在这儿，该多他妈冤啊！我认为，现在最安全的办法，就是在车里待着。今晚，大家轮流放哨，等天亮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你快穿上，小声点，别吵醒他们。我不来，来喝点水。你怎么不喝呀？刚才小爸爸喝的水太少了，他又受了伤，还是给小爸爸留着吧。你好好想想，我真的是你爸爸吗？我想不起来了，但我喜欢你们，你们都是我的爸爸。爸爸可能不是好人，你不怕吗？不怕，做了坏事改正过来就是好人啦。我有这个。这是开到哪儿了？怎么周围的山都是黑色的？这也太奇怪了，不到三个小时天就亮了。西部的无人地区日照时间不都比较长吗？哼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咱们遇到的怪事还少吗？还他妈差这一件吗？啊，哎，小东西，你差不多了吧？快点！
哎，你怎么去那儿了？哎，小家伙，不要乱跑，回来！别玩了，赶紧下来！不好，风又来了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这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。我说过的三大灾全遇到了。希拉，还嫌你乌鸦嘴不够黑吗？啊，是不是我们都死在这儿你才满意啊？现在怎么办？车也动不了。大家都别慌，冷静点，至少咱们现在都还活着。
也许发现地雷不是一件坏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管是什么，咱们都得过去看一看。孩子的爸爸在他半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车祸，我怕孩子受不了，想等他大一点的时候再告诉他。我就骗他说他爸爸是位船长，在大海上工作，等他八岁过生日的时候，爸爸答应他会回来陪他过生日。昨天就是孩子八岁的生日，他哭了一晚上。所以孩子就离家出走了。张队，你发现？没错，没错。我就在你说的这个分车上。钟铁站。他接你啊，宜家，我求你，宜家对吧？千万不要伤害我。又上线了，大人大海，城市机都是白。好嘞，赶紧查一下大人到海城的大巴路线，上车快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啊，有人吗？嘘，小点声。还往里走啊？你怎么进来了？小姑娘呢？陪着光头呢。哎，别动！哎，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用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这里边都是弹药，你想害死大家呀？哎，你们快过来看！
哎，你们都快过来！快！罐头，罐头！哎，对，这什么？这他妈太难吃了吧！啥意思啊？生产日期是1915年4月15号。这罐头有100多年了。我刚才就觉得奇怪，这些士兵的军服还是武器装备都像是很长时间以前的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都不是中国人。怎么说，咱们现在很可能不在中国境内。这越来越扯淡了吧？那我们到底在哪儿啊？一定是昨晚喝的水。这是这里唯一能吃的东西，你又伤得这么重，凑合吃点。要我说，咱们趁早离开这里吧。既然发现了有军队驻扎，那说明不远处可能就会有人烟。我实在是不想，实在是不想遇见昨天晚上那怪物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怎么又哭了？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们捉的怪物。光头爸爸的脚被扎伤了，要是怪物来了，他又跑不快，我怕光头爸爸被怪物吃掉。乖。有爸爸们在，绝对不会让光头爸爸被怪物吃掉的，啊！别忘了，爸爸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！齐天大圣在此，嘿，妖怪你哪里偷，吃了老孙一棒！滚！孙猴子要是长你这么大点儿啊，早就被妖怪吃了。你们这儿行，你害不害臊啊？我知道你们是谁了。你知道我们是谁了？你是光头，你是唐僧爸爸。你最厉害，你是悟空爸爸。哎，我才是你悟空爸爸，对不对？你才不是呢，你最笨，你是八戒爸爸。你穿白色衣服，你是白龙马爸爸。你最黑，你是沙僧爸爸。看着我啊，第一，我不是什么倒霉沙僧；第二呢，我也不是你爸爸。记住了，咱俩啥关系没有。哎，怎么个孩子？是个男人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笑脸两对半。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渔湾。
这样，我跟白龙马还有沙僧去车上给车加满油，你们在这等着。哎，我说过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我大师兄。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说呀。本日记吧，那谁能看得懂？我试试。On October 6th1915, May 啊，1915年10月6日，我们是南欧巴尔干半岛第四军团。8月28号，我们奉命进攻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。我们刚一登岛，便遇见了一团迷雾。伴随着很大又刺耳的风，迷雾消散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居然身处在这荒漠。我们的800多名士兵也是存活了225人。我们已经在这荒漠待了快1个多月了，大家都开始逐渐恢复了记忆。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发现我们根本不是身处在地球。菩萨保佑！别逼我！别跪！10月14号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可能回去的秘密，我们大家都很兴奋。昨晚，在荒漠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光圈，但这光圈很快消失了，这和我们在加利波利半岛迷雾中发现的光圈一样。我们猜测，是时空通道另一端连接的可能就是地球。我们相信这种光圈一定会再次出现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回去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决定再次驻扎。操，
越来越离谱啊！怎么听得那么扯淡呢？这些家伙你们都看到了，上一次一只就差点要了我们的命，这次这么多，你觉得我们能救得了他们吗？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救他们？日记上写的很清楚，那个什么东西随时都会消失，下次出现不知道多少年后了，难道我们现在不该立马开车穿过去吗？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我得活着呀！我只有活着，我他妈才能知道自己是谁。至少我们现在立马开车穿过去，还有可能活着回到地球。我们一起走吧，跟我一起走吧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躲开！愧小鬼。我不是他爸爸，不是他爸爸，你们有病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进去保护丫头！我进去，你怎么办？他们怎么他妈不进去？进去保护咱姑娘，快！妈的！你们这帮畜生！公主。
回去告诉你妈，让她给我烧几张照片过来。你爸我还不认识他呢。他就要倒大霉了。你怎么还没到？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买票，去哪儿？终点站，几张？啊！一张对吧？又涨价了。大恩大海城一直都是89块。行了，交易临时取消，我会再联系你的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爸爸呀？别着急，我们再有几个小时就到海城了，啊，听话。喂，是我，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，我马上就要有钱了，真的，我们把孩子生下来。一起过好日子，买大房子。真的，孩子我已经打掉了，你以后别再打电话给我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孩子已经打掉了。我今天又给你来电话了，你快点，楼下大伙儿帅哥可等。哎，西火，例行检查，大家别紧张，在座位上把身份证都拿出来。身份证，来，身份证，来，请配合一下啊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，配合一下，身份证拿出来。
箱子谁的呀？我的，怎么了？打开看看。行，放回去吧。别动！把枪放下，要不老子现在就打死你！所有警察下车！让你们下车！我叫包子，逃不了的。救我！俩人都别动！
道方向前逃，请求拦截，请求拦截！活命的去车尾，快！快点啊！李志荣，男，38岁，曾就职于新生银行。2007年因挪用公款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赵辉，男，37岁，2008年因入室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王红军，男，29岁，曾因聚众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三人是狱友关系。过来，叔叔，叔叔，闭嘴，都给我老实点，开门，开后门，快点开后门。停下，再不停下老子杀人了。停下，停下，再不停下老子杀人了。我打死了！啊！停车！要是现在停车，我们都得死！
车内的嫌疑人听着，请你们保持冷静，不要冲动，不要伤及车内无辜的乘客，请保持冷静，不要冲动。不要再让我觉得就是。
这块不要别的，你要别的，记忆还特别长。每天都不想喝水，还是有点冷，有点湿，就想吃点多吃点肉。